怎么了？我爸妈竟然这么轻易地答应我们出去玩，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好不容易出来玩，开心点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我试探一下。嗯。爸爸。怎么了？我刚醒。哦，那我没有吵到你吧？啊，没有。你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快出发了。你看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知道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嗯，那我先挂了。嗯，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好了，别想了，上车吧。嗯。老婆，还是你了解女儿，知道她肯定会提前查岗，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全准备好了。是啊，要不然我们就该穿帮了。小样的，跟我斗，你还嫩点儿。没问题。刚牵了一下手，居然差点出事儿了。这么吓人啊！早知道我不坐副驾驶了。我看你就不该来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穿着睡衣。这你别管。如果我们要是不来的话，你们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呢。彤彤，你知道多危险吗？刚才我跟你爸跟在你们后面，看见你们车突然失控了，妈妈都快吓死了。这不没事吗？什么没事？小松，你赶紧打个电话叫维修师傅把你车拖走，然后把地址发给我，你们两个跟我们上车，我们送你们过去。啊，延旭，你坐在副驾驶吧。好。